Stella. I work at a hotel front desk. It's my ideal job and now I reach it. But besides this job, I also have a dream that is becoming a flight attendant. Before I went to Zhejiang, my English was terrible. I cannot read and pronounce so many words. Even cannot speak complete sentence. But now I'm really happy to speak English with the people, and I will keep the effort to reach my dream. Now, 刚到美式餐厅去打工的时候，就都闹了，常常会闹很多的笑话，因为自己的英文底子不是很好。那像比如说客人要美乃滋，那我一想到就 M 开头，可能就是身边有什么 M 开头的黄芥末酱就拿给他了。那还有就是像客人就是换个说法讲，我就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像我们零卡可乐通常都会讲 Zero Coke， 可是客人今天就跟我讲说我要 Diet Coke， 我就心里想说什么是死掉的可乐，我就会照去翻这样。然后所以就是很多客人也知道就是店里出现了一个很无厘头的人，因为没有办法可以跟他们好好的分享，甚至有时候会想要逃避他们，就是怕他们跟我讲太多，所以我就决定就让自己英文提升到了巨匠美语来补习。但自从到了巨匠来上课之后，我就其实非常喜欢进到巨匠的教室，尤其是在有一些情境课上面，老师会模拟一些就是让我们有点像角色扮演这样子。就是如果老师今天这一课教的是买卖，那我们就瞬间教室就会变成像一个小市场一样，大家一起就是分享或是大家一起对话。那从就是同学的对话中可以发现到好的优点或是不好的，那也是我一个成长可以让自己改进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之前就是非常喜欢上巨匠的课，可能会从早上就是10点啊上到晚上10点这样，就每一堂课都想要参与，每一堂课都不想要浪费。那还有老师给我们的一些功课也都非常的有趣，它不会像是外面的可能有一些只给你一个纸本然后要你回去写。有一次老师请我们就是写是我们那一课上到的主东西，老师请我们回去看英文的教学怎么样煮一个菜，那我就很认真把那个英文的教学看完之后，我不仅英文进步了，然后我还学会了煮一道菜。第一次面试饭店，我也不知道他的面试会是怎么样子的。那在面试前呢，就有打电话跟我们说要记得准备英文自我介绍1分钟哦，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准备英文自我介绍1分钟。没想到我到的时候呢，面试官他不考你英文面试，也不想他不考你英文的自我介绍，他反而直接问你说：“哎，你是台中人，那台中有什么好玩的？用英文讲来给我听听看。”反而就是很跳动的考了我别的东西。但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巨匠的时候，老师都有跟我们练习过，就是今天台中有什么啊，或是有什么好吃的，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都有练习到，所以我就回想了一下老师练习的过程跟重点，然后很顺利的就是讲出来，那也顺利的得到了这个工作。所以我觉得不管你觉得在台湾会不会用到这个东西，那在上课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自己现在正在国外或是正在面试，那你就会更珍惜每一次的对话机会，改变你的人生，从巨匠美语开始。